月已过半旬，暑假刚刚开始，刚踏上二次世界的旅程，经历了上周的狂欢漫展，稍作休息一下，继续我们的 party time。 所以小编为你们带来了新消息，并且悄咪咪的告诉你们，看到最下面有福利哦。那么说好消息了，祝贺 CW 潮玩青年官方小程序正式上线。 CW 这么好玩的漫展了解了一下啦。 CW 潮玩青年由江门市青少年文化促进协会主办，致力打造本地最潮最好玩的青少年文化一站式展会，以传统文化、动漫、游戏、泛娱乐体验及青年潮流文化展演等多种文化组合而成，传统文化新玩法，传统节日，中华庙会文化结合潮流元素进行互动，带动青年深入了解中华文化，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。动漫、游戏、泛娱乐体验包括梦想家新星秀系列、燃歌、宅舞、cosplay 主题赛事，汇集时下最黑电竞文化、桌游文化、动漫文化，打造一站式体验热潮青年潮流文化展演，街舞、潮牌、乐队、创意集市等青年潮流文化展演平台，构建打造不一样的潮流文化活动。活动说到街舞，小编再次提示一下，在即将开始的8月4号到5号的漫展，有著名舞剑罗主任亲临现场，星满血复活的你们约吗？青年梦想携伴同行，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广大青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内容，并相信不同文化、不同爱好的青年都可在这个大平台上找到伙伴，并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协会将以良好的青年文化资源及丰富的执行经验，为客户量身打造专业的青年活动，策划大型公关活动，策划企业品牌营销全案策划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，为推动和促进青少年文化产业发展而不懈努力。临界时嘻嘻嘻，玛丽苏在人间美貌足以闪瞎无数氪金狗眼，当时小编看完都想买个钻石饰品。 Omega 神乐小姐姐真的很呆萌了，好想抱回家家，这么可爱的 LO 娘一定是男孩子咯。不不不，这是女孩子，很可爱的女孩子。话说都这么萌，小编真心把持不住了。新 Omega 新即将开始的8月4号的 CW04 漫展，小编要去偶遇这么萌萌大妹纸。